Hello， 大家好，我是 Mavis 雞蛋妹。 Samsung 在嚟緊香港時間1月18日凌晨嘅2點咧，就會舉行 Galaxy Unpacked 嘅發布會，當中應該會發布 Galaxy S24 系列。在發布會之前就已經有很多風聲傳出，例如他哋會在今代嘅 S24 系列加入大量嘅 AI 功能，仲會在 Ultra 嘅機種上面取消10倍嘅光學變焦等等。咁今日我就總結咗11個傳聞，而家就即刻開始啦 ，Go！根據傳聞， Samsung Galaxy S24 系列應該都會同 S23 一樣，會分成 S24、S24 Plus 同埋 S24 Ultra。一太金屬外殼，傳聞提到今次 S24 Ultra 嘅機身會同 iPhone 15 Pro 系列一樣，都係用咗太金屬嘅外殼。如果同 iPhone 一樣 ，S24 Ultra 咧應該都會硬淨啲嘅。咁我唔知機身會唔會因為咁變得再輕咗啦。如果係咧，都幾值得期待，因為其實佢而家 S23 Ultra 咧都幾大部，同埋都有少少重。咁如果輕咗嘅話咧，就我諗可能更加多人會中意呢啲大嘅機。另外 S24 和 S24 Plus 就會由原本的 Armor Aluminium 升級到 2.0 的版本。二機身外形，就咁睇網上傳緊嘅圖，今代 S24 系列嘅整體設計都同 S23 系列分別唔大，無論係機背嘅設計、鏡頭嘅排列組合等等，都係同上一代好似。然後我已經睇到有啲人講緊 S25 系列會大轉設計，唔知道會唔會因為咁啦，咁所以今代咧都係同上一代比較相似啦。三機身顏色。顏色方面，網傳 S24 系列會有黃色、灰色、黑色、紫色四種顏色，就咁睇就深色過 S23 系列啦。因為 S23 嘅奶油色同埋紫色咧都係淺色系，但係如果今代咁睇，呢四隻色只有黃色算係淺色啦。但係因為金屬感比較重嘅關係，所以整體嘅風格都係比較型嘅路線。因為 S24 Ultra 有機會係太金屬，所以相信就算佢哋喺顏色上係一樣名啦，都會同女做嘅 S24 同埋 S24 Plus 有分別。單單睇呢四隻顏色入面，我就比較鍾意灰色同埋黑色嘅，唔知道大家點樣揀呢？不過年年呢，其實佢哋官網都有啲官網限定色，咁所以我覺得顏色方面呢都仲可以期待下。四熒幕不再曲，根據傳出嚟嘅圖片啦 ，S24 Ultra 嘅 Mon 兩邊睇上去冇咁曲。雖然喺呢一張圖睇落去好似完全平曬，但係我又揾到另外啲圖咧，睇到都仲有微微弧度嘅。咁但係點樣講都好啦，今代應該好大機率兩邊都會變得比較平整。五熒幕大小。另一點咧就係熒幕嘅 size 可能會大少少 ，S24 嘅熒幕就會由 6.1 寸升級到 6.2 寸，而 S24 Plus 就會由 6.6 升級到 6.7 寸。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嘅升幅咧就應該唔係佢嘅機身整體變大，有機會係佢嘅邊框變窄咗啦，咁所以個 mon 咧就會再大少少啦。六熒幕亮度。今代三部機嘅熒幕亮度都有機會會再光啲，會升到2500啦，又或者2600 nits。如果真係嘅話，其實都算係一個好唔錯嘅提升。七就係熒幕解像度同埋熒幕更新率啦。喺熒幕解像度方面 ，S24 Plus 有機會由 Full HD 升級到 QHD， 咁即係變成同 Ultra 嘅機種一樣。而熒幕更新率就有傳過會有 144Hz， 但係確定性就應該唔係太大。就算有，就應該唔會三個型號都有啦。我諗可能得 Ultra 有，甚至我覺得維持喺 120Hz 嘅機率咧，仲會比較大添。八自家製晶片。晶片方面，竟然今代有機會唔用 Snapdragon 嘅晶片，因為喺 Samsung S23 整個系列咧都係用緊 Snapdragon 晶片。不過今代傳聞就話喺 Ultra 嘅機種就會照用 Snapdragon 8Gen3 晶片，但係有機會喺部分地區嘅 S24 同埋 S24 Plus 就會用佢哋自家研發嘅 Exynos 2400晶片。其實喺兩年前 Galaxy S22 嗰陣，佢哋都用過自家製嘅晶片，但係大家嘅反應唔算太好啦。咁如果今年真係卷土重來，就會想睇一睇 Samsung 自家製嘅晶片同埋 Snapdragon 嘅晶片分別會唔會爭好遠啦。九 S24 Plus 會升級。
S24 Plus 除了全文螢幕解像度變好了之外，今代都會同 S24 Ultra 一樣，都是用緊 12GB RAM， 令到 S24 Plus 在規格上更加似 Ultra 的機種。因為之前 S23 和 23 Plus 規格幾乎是一樣啦，咁如果今代的 S24 Plus 升級，咁三個型號的規格就會比較分翻開啦。揀機嗰陣咧，大家就會有多個中間的選擇。十就是相機取消十倍的光學鏡頭，而在相機方面，今代 S24 Ultra 竟然有機會會取消十倍的光學鏡頭，變成五倍的光學鏡頭，即是跟 iPhone 15 Pro Max 一樣。雖然有機會取消十倍光學鏡頭，但是像素就會由1000万像素變成5000万像素，所以就諗緊會不會透過 Crop 啊，又或者 AI 運算的技術，在五倍的光學鏡頭之下，都做到上一代十倍的光學質素。因為十倍的光學變焦咧都算是 S23 Ultra 的一個大賣點啦。我最近仲發現有些人會在 Carousell 啊，又或者 IG 放呢部機出去俾人哋追星影演唱會。如果呢一個傳聞係屬實，我就好希望佢都可以影到同上一代差唔多嘅質素啦。咁如果有進步咧，就更加好啦。十一，大量 AI 功能。今次 Samsung Unpacked 嘅主題就係 Open a New Era of Mobile AI。又係 AI。在官網的發布會頁面上都有見到 Galaxy AI 的字樣，其實他們在上年的11月 Samsung 都在韓國開了一個 AI 的論壇，和一眾的開發者介紹 Samsung 研發的 AI model， 所以 Samsung 應該在今代的 S24 系列上推出不少的 AI 功能。在他們的台灣官網上我都發現到他們有介紹這個 AI model， 它是一個多模態的 AI， 分別由 Samsung Ground LanguageCooked 同埋 Image 三個組合而成，咁所以佢可以同時理解到文字、圖片、影片又或者代碼等等，就咁睇佢嘅應用層面咧都算幾廣。在入面就有介绍到 Language 可以帮手加快写 email 啊，整理文件，做一些翻译的工作，而曲呢就可以支援代码的描述，生成代码，我估应该有些像 ChatGPT 啦，可以帮手写曲或者 debug 等等。最后 Image 就比较像 Photoshop 的 AI 功能，例如可以做到一些生成图像、退地，而官方呢还写明可以由低解像度转成高解像度，不过因为这些都是 Samsung 的 AI 发布会上面发布的内容，真正放在 S24 系列的功能有多少个就不知道了。我估可能相的部分就比较大机率的，因为 Pixel 就已经有类似的功能啦，那我想这些的图片生成或者图片的运算在手机运行的技术应该相对比较成熟。而 Samsung Graphs 暂时写明有 On Device 的 AI， 即是运行的资料不会上传在 Online 的 Server， 会在你的手机本地运行，但是当中会不会有些功能可能要 Server， 然后有些就 On Device AI， 就真的要等发布会当日甚至再之后的日子才会知道。听完上面这么多的传闻，不知道大家最期待什么功能呢？又或者你觉得有什么功能一定会出？我自己就最期待 AI 的，因为如果做得好，我想这部电话的吸引力或者方便性一定会大大提高。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告诉我，喜欢的话就给个 like， 再看看我不同的社交平台，我们会再见，拜拜。